My God！小睡，今天我们要上的课程是机身训练。另外，起立，挂钩，系锁三保险，调整引擎盖，检查引擎盖。检查装备，钢盔、下带、胸带、腿带、紧张带。检查报告。好。向前滑行。左右机门，大门。一二，跳。跳。一二。停！各位请坐。坐下时，三分之一板凳坐好，抬头挺胸，腰杆挺直，脚跟切齐地上铜线。香哦，我跟你换位置啊，想得美。你待会不要出错啊，拖累大家，我很不爽的。换一下，不要啊，好恐怖哦。各位，机身训练就是让各位模拟在飞机上的各种操作程序，及如何以正确的姿势跳离机身。等等，各位操作的每一项动作都是在确保你们的生命安全，请你们务必熟练熟记，一丝一毫不能马虎。赖虎，你慢半拍，所有人欠我十下腿力训练，你有意见吗？第一波。第几波的？报告，第一波。第一波为什么不跺脚？第一波注意，轮不上移动。看向教官。金湛，欠我十下。所有人总共欠我二十下。第一波。穿保险，调整引擎盖，检查引擎盖，赖虎，又是你，你在搞什么东西啊？你在欠我十下腿力训练，所有人总共欠我三十下，检查装备。钢盔、下带、胸带、腿带、隐藏带。赖，你到底要我点你几次？你这样乱比乱念，你以为我看不到是不是？
谢谢赖虎在为各位同胞争取十下腿力训练，你们总共欠我40下腿力训练。于美玲，是，示范一次。检查装备，钢盔、下颚带、胸带、腿带、引章带。赖虎，了不了解？了解。各位，你们的同袍赖虎以及金湛为你们争取的40下腿力训练，请各位记得还我，也请各位记得谢谢他们。检查报告。向前滑行。走进门，大门。站住！撤！撤！撤！报警，脚没夹紧，搞什么？原地弹跳100下，开始。可以啊。你们三个不要等我抓，自己先调整姿势。Thank you.